乡回乡，起码到了咱的故乡咱的砖头，欢迎各位来到现场。美丽眷村，起码小船你把是咱啊宝岛省很大的拍摄团队啊，为了这次的活动，首先有故乡员以及所有的当干部，为了筹备这个百年的活动，而代表乡亲咱的砖头。将近整年的时间，来邀请到全台高景圣庙来参与了这边的绕境的盛事，就是希望咱会当健康平安，阖家顺顺，安非常的感谢。几十年来，观音菩萨保护着咱的一家大小，让咱的家家顺顺、平平安安、顺顺顺顺。今日观音菩萨要来带领着高敬信庙，得到非常的欢迎。咱的区长，甲咱树林区的李九莲年会会长高敬礼，以及顶顶的咱树林区的李九。热烈暗花，热烈热烈欢迎咱上山朱慧德，咱敬酒张汉廷，以及所有执事干部，非常欢迎咱火车来拍落去，好不好？一起照顾咱地方顶礼拜，再来给咱协助的，来把请酒好山林黄珊珊。指导，好，来嘞！俄罗斯副总统郭成忠，非常的欢迎大家欢迎，来嘞！上山朱会长，瑶池金母，
跟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相亲会。红地毯帮我净空，麻烦一下，拜托拜托，咱的新尊吼，无法度，咱安尼就好，拜托拜托吼，把我们的美女朋友中间让开，诚心敬意，恭迎着咱世界三大宗教盛会，就是咱的大干妈来了，掌声欢迎，诚心敬意，恭迎大干妈圣驾，请着咱在场的台北服务室董事长郭江源。一下子来转电，我起来市长，还有各点啊，为你们诸位看门红都顺利转电。宋老师四号声音帮我加大，我觉得未来更好的是咱的在大科研中有了塑造灵魂老母子，咱中央